这就是天启拳吧？啊，明秀姐的药环发光了。是个幻想，但这感觉与无垢的灵力很相似。小秀儿，天地有九泉，其一名无垢，高悬天上。此山中有洞天，无垢之力投影于此，月圆之时或现未来之貌，应龙气于无垢灵力，无界灵脉之力震其于此。应龙势强，无以五百年为期，削其气也。五百年后，封印将解，无以屠龙之术于浮空封上。当其时，若应龙再度作恶，可以此术灭之。无垢之力投影于此，原来如此。此处正是无垢的正下方，无垢之力受此地特殊的风水地形影响，在这洞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投影，便是这水球。无垢本可预见未来，月圆之日，天地灵脉灵力最盛，无垢所见，由这水球显现出来，变成了村人口中的天启。好想看看显示预言时的情景。那这么说，这水球预言村子会被应龙毁掉的事也会成真了。预言，这村里的人就跟以前的我一样，盲目的相信预言，连自己都不相信了。应龙乃是上古凶兽，非我们所能力敌，此事还是就此作罢吧。我无法见死不求，没有这御笔流书，村人也不会那么快就相信这水球的预言。别乱打。哎呀，你预言不就是还没成真的事吗？我们是活生生的人，为什么要被预言这种虚无的东西绑住？我们去除了恶龙吧，让村里人看看盲信预言是件多么蠢的事。你为何如此激动？我这不会是那条龙要醒了吧？糟了，那面玉璧恐怕也是应龙封印的一环。战犯啊，玉璧被今朝变战犯了，这促使了应龙的苏醒。我们要在这里跟他打吗？不，我们引他去浮空峰，现在只有寄希望于屠龙法术了。五百年了，凡人们都去死吧。Thank you.
屠龙术法在哪儿呢？以法力应可将其激活。那是。应龙，又见面了。是你镇压了我500年的可恶凡人。消灭了，不对，这法术恐怕还不够强大。愚蠢的凡人，你料不到我竟提前出婚了吧？哎呀，今朝你看看，就是你，都是今朝害的。哼，多亏你们破坏了御冰封雨。让我提前脱困，我的回报就是赐予你们死亡。你们怎么这样趴着啊？哎呀，这个应龙居然在卖萌哎！哎，龙不见了，应龙直接不见了。孽灵之城，零，全部都是零呢，没有经验呢。好强！难道苏荷说的就是这件事？我的举动反倒是对预言成真，我会死在这里。不，预言只是预言，它能不能成真，还要看人。都别发呆啊！这条龙已经被压了500年。现在就是个残废，我们要是输给他，不是太可笑了？好大的口气啊！狂妄的家伙！点点，有个点点呢，哼什么？起魂珠吗？那该不会是起魂珠吧？他好像忽然变弱了。看来屠龙法术还是伤到了他，好机会。起魂珠对龙也有用啊！乱风空天，看烟火啦！来到龙的体内了，有够恶心。
应该打败他了吧。是什么在吞噬我的力量？杀了你们！这龙真讨厌，快点消失就好了。鱼被石化了，果然那个点点是起魂珠。石化了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会死呢。好奇怪啊，怎么突然变成石头了？这情形和邪教徒有些相似。以前我们不是在矿洞里遇见过邪教的人，说不定是他们对这龙做过什么手脚。或许吧。恶龙既除，我们先回去告知村人这个好消息吧。所以那个500年前的封印也只是出来卖萌的吗？怎样？完全石化了。应龙的生命力深入此地矿脉数百年，方才形成龙晶。如今应龙既死，今后再无龙晶可采了。还好我们早在应龙身上放入了起魂珠，激发他的生命力，加快龙晶形成。之前收集到的龙晶已够御界书运行一阵。不过其真不愧是祝宇的女儿，竟能驱使起魂珠吸进应龙生命力，令他石化，让这村子免于被毁。这不是很好吗？那还要多亏你适时助了他们一臂之力。阿扁出手相助，保护岳金昭的性命安全不也是老大交代的任务吗？别油嘴滑舌了，既然并未惹出事端，救下那些村人也是好事。对了，二姐，说起来3年前齐从御界书失踪之后，祝宇感应到他在这附近，我们和林渊、硕玄一起前来查探情况，也是因此才发现龙晶。前两日他们去了全脉，之后重新出现又是在此地，这恐怕不是简单的巧合吧。齐的力量如此不稳定，是否还是把他们带回御界书监管为好？此外，我们还需取得齐的血。又要血啊，血又被盯上了，埋名也是盯上了那个昭言的血。